吊灯下警区，吊灯下警区，李浩。好了吧？来了。你有毛病是吧？那侬搿只坏习惯好改改吧。所有物事买得来，割不了牙的，侬不好让伊割到第二天再剁圆圆吃啊！侬知不噶？八戒，你又不听话了。李浩，妈妈刚刚弄哪能来了？你做啥了侬？对吧？做啥不好吃啊？搿边没把握着。弄什么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侬自家学会控制自家，晓得吧？下趟应该哪能样子？买来一个，留吃一点点，留一点点到明天吃。其实这两天都不吃光了。谁吃？谁吃？控制了吧。控制住了。这期别妈妈搞了啊，听到吧？我要控制自己，去吧。敵だけど、君は気に入ったよ。